我觉得陈明通指导的学生，我相信会有一些人是很认真在写作，有些人可能是在这个陈主委的这个模组之下面哦，应该是有一些模组的一些的学生哦才会出来带。但我还是认为说，如果你没有选举的话，这些都不会被揭露出来。所以呢，这就看看有没有人要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。